年就要参加那个零检疫的比赛，所以这次参加的是36，会从明天晚上的11:30开始，然后从海拔大概1160爬升到最后的3726，总爬升大概2761，所以要在15小时内完成上去，然后再回到原点，就算完赛。除了36公里之外，还有27公里的、75公里的、119公里的，还有162公里的。这次比赛会有很多大神都来参加，我们希望大家都能顺利完赛。这次越野赛有一些强行的装备，比如说越野登山包、水壶，然后还有 emergency blanket， 还有一些简单的医药用品，比如创口贴，然后红灯是必须要的，还有一些能量棒、跑跳力之类的，还有一些冲锋衣。最后可选的还有登山杖。OK， 我们全部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去注册，拿到我们的号码牌。